100 Q&As, 100个中文问答, let's start. 现在几点了? 现在是下午4点36分。 现在几点了? 现在是下午4点36分。 今天天气怎么样? 天气很好,晴天。 今天天气怎么样? 天气很好,晴天。 外面冷吗? 是的,天气很冷, 最好多穿一些衣服。 外面冷吗? 是的,天气很冷, 最好多穿一些衣服。 昨天晚上下雨了吗? 是的,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。 昨天晚上下雨了吗? 是的,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。 这个多少钱? 这个售价是100元。 这个多少钱? 这个售价是100元。 这个价格可以便宜点吗? 抱歉,这是我们的最低价了。这个价格可以便宜点吗? 抱歉,这是我们的最低价了。我可以现金支付吗? 当然可以,我们接受现金支付。我可以现金支付吗? 当然可以,我们接受现金支付。超市什么时候开门? 超市每天早上8点开门。 超市什么时候开门? 超市每天早上8点开门。 商店什么时候关门? 商店每天晚上9点关门。 商店什么时候关门? 商店每天晚上9点关门。 你迷路了吗? 是的,我不太熟悉这个地方。 你迷路了吗? 是的,我不太熟悉这个地方。 你需要帮助找路吗? 是的,我迷路了,不知道怎么回去。你需要帮助找路吗? 是的,我迷路了,不知道怎么回去。请问,这附近有咖啡店吗? 是的,你往前走2个街区就能看到一家。 请问这附近有咖啡店吗? 是的,你往前走2个街区就能看到一家。你能告诉我怎么去火车站吗? 当然,你沿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,然后左转。你能告诉我怎么去火车站吗? 当然。 你沿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,然后左转。对不起,我打扰你吗? 没关系,你不打扰,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? 对不起,我打扰你吗? 没关系,你不打扰,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? 我可以坐这里吗? 当然可以,这个位置是空的。我可以坐这里吗? 当然可以,这个位置是空的。这个座位是预定的吗? 是的,
这个座位已经被预定了。这个座位是预定的吗？是的，这个座位已经被预定了。我可以把窗户打开吗？当然可以，空气流通会更好。我可以把窗户打开吗？当然可以，空气流通会更好。我想预定明晚七点的晚餐，两个人。当然可以，您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是？我想预定明晚七点的晚餐，两个人。当然可以，您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是？今天的厨师推荐是什么？今天厨师推荐特色烤鱼，非常美味。今天的厨师推荐是什么？今天厨师推荐特色烤鱼，非常美味。今天的厨师推荐是什么？今天厨师推荐特色烤鱼，非常美味。这道菜味道怎么样？非常美味，香浓可口，特别喜欢这道菜的调味。这道菜味道怎么样？非常美味，香浓可口，特别喜欢这道菜的调味。我们可以买单吗？当然可以。我这就给您结账。我可以买单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这就给您结账。这家餐厅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家餐厅的食物很美味，环境也很舒适。这家餐厅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家餐厅的食物很美味，环境也很舒适。Spider 中文怎么说？ Spider 中文翻译是蜘蛛。 Spider 中文怎么说？ Spider 中文翻译是蜘蛛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明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明。您贵姓？我姓王。您贵姓？我姓王。我们认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太确定。我们认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太确定。我们在哪里见过吗？是的，在一个生日聚会上。我们在哪里见过吗？是的，在一个生日聚会上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，你呢？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，你呢？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北京人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北京人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法国人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法国人。你的出生地是哪里？我出生在美国。你的出生地在哪里？我出生在美国。你现在住在哪个国家？你现在住在哪个国家？
我现在住在德国。你现在住在哪个国家？我现在住在德国。请问你家的详细地址是什么？我家的详细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00号。请问你家的详细地址是什么？我家的详细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00号。你一个人住吗？是的，我一个人住。你一个人住吗？是的，我一个人住。你的父母住在哪里？他们住在城市的郊区。你的父母住在哪里？他们住在城市的郊区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一名教师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一名教师。你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25岁了。你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25岁了。你在哪里工作？我在一家 IT 公司工作。你在哪里工作？我在一家 IT 公司工作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。你是独生子女吗？不是，我有一个哥哥。你是独生子女吗？不是，我有一个哥哥。你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？当然。我的电话号码是138。你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？当然，我的电话号码是138。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我准备去超市买些食物。你现在去哪里？我准备去超市买些食物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咖啡厅喝咖啡，你要过来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咖啡厅喝咖啡，你要过来吗？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今天过得挺好的。工作顺利，心情也很愉快。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今天过挺好的，工作顺利，心情也很愉快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最近还不错，有些忙，但都还好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最近还不错，有些忙，但都还好。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最近在准备一个项目，挺充实的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最近在准备一个项目，挺充实的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？谢谢，目前还好，不需要帮助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？谢谢，目前还好，不需要帮助。中午吃什么？你饿不饿？我还不太饿，可能吃点轻食。中午吃什么？你饿不饿？我还不太饿，可能吃点轻食。你看起来有些疲倦，
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嗯，好主意，我需要休息片刻。你看起来有些疲倦，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？嗯，好主意，我需要休息片刻。你觉得不舒服吗？你生病了吗？是的，我有点头痛和咳嗽，可能是感冒了。你觉得不舒服吗？你生病了吗？是的，我有点头痛和咳嗽，可能是感冒了。老板，我生病了，可以请假3天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提前告诉我，如果需要延长请假时间。老板，我生病了，能请假3天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提前告诉我，如果需要延长请假时间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有一点点好转，谢谢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有一点点好转，谢谢。你想喝什么？我想喝一杯咖啡。你想喝什么？我想喝一杯咖啡。这杯红酒味道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有浓郁的果味和丝滑的口感。这杯红酒味道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有浓郁的果味和丝滑的口感。你周末通常做什么？我周末喜欢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。你周末通常做什么？我周末喜欢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。你一般几点下班？我一般下班时间是下午6点。你一般几点下班？我一般下班时间是下午6点。你早上几点起床？我通常早上7点起床。你早上几点起床？我通常早上7点起床。你平常几点睡觉？我通常晚上10点左右睡觉。你平常几点睡觉？我通常晚上10点左右睡觉。你会做饭吗？一些简单的菜我都能做。你会做饭吗？一些简单的菜我都能做。你经常和朋友一起吃饭吗？是的，我经常和朋友一起吃饭，感觉很愉快。你经常和朋友一起吃饭吗？是的，我经常和朋友一起吃饭，感觉很愉快。你会说几种语言？我会说中文和英文，还有一点法文。你会说几种语言？我会说中文和英文，还有一点法文。你是怎么学习中文的？我通过阅读中文书籍、参加语言课程和与中文母语者交流的方式学习中文。你是怎么学习中文的？我通过阅读中文书籍、参加语言课程和与中文母语者交流的方式学习中文。你结婚了吗？是的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结婚了吗？是的，我已经结婚了。
你目前是单身吗？是的，我目前是单身。你正在谈恋爱吗？是的，我正在谈恋爱。你正在谈恋爱吗？是的，我正在谈恋爱。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？目前还没安排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？目前还没安排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今晚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有空，好主意。你想看哪一部电影？今晚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有空，好主意。你想看哪一部电影？你怎么迟到了？交通堵塞，对不起。你怎么迟到了？交通堵塞，对不起。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？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感人，故事情节很引人入胜。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？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感人，故事情节很引人入胜。你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吗？我计划在未来去更多的国家旅行。你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吗？我计划在未来去更多的国家旅行。你有什么放松的方式吗？我喜欢听音乐和做瑜伽。你有什么放松的方式吗？我喜欢听音乐和做瑜伽。你最近在健身吗？是的，目前开始了健身计划，每周去2次健身房。你最近在健身吗？是的，最近开始了健身计划，每周去2次健身房。最近在减肥吗？是的，最近在注意饮食和适量运动。最近在减肥吗？是的，最近在注意饮食和适量运动。你生气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疲倦，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开心。你生气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疲倦，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开心。有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吗？没有特别的事情，可能是工作压力大，感觉有些疲惫。有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吗？没有特别的事情，可能是工作压力大，感觉有些疲惫。你是不是想家了？是的，有时候会想念家人和故乡。你是不是想家了？是的，有时候会想念家人和故乡。有什么我可以做的，让你感觉好些吗？谢谢关心，可能我只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一下。有什么我可以做的，让你感觉好些吗？谢谢关心，可能我只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一下。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？当然好看。这件衣服颜色很适合你，搭配得很得体。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？当然好看，这件衣服颜色很适合你，搭配得很得体。
你喜欢我的发型吗？是的，新发型很适合你，看起来很好看。你喜欢我的发型吗？是的，新发型很适合你，看起来很好看。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画画和读书。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画画和读书。你喜欢吃什么食物？我喜欢吃意大利面和寿司。你喜欢吃什么食物？我喜欢吃意大利面和寿司。你喜欢吃中餐吗？喜欢，我最爱吃饺子。你喜欢吃中餐吗？喜欢，我最爱吃饺子。你可以吃辣吗？是的，我很喜欢吃辣的食物。你可以吃辣吗？是的，我很喜欢吃辣的食物。你喜欢喝咖啡还是茶？我更喜欢喝茶，特别是绿茶。你喜欢喝咖啡还是茶？我更喜欢喝茶，特别是绿茶。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。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喜欢运动，特别是打篮球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喜欢运动，特别是打篮球。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电影是《阿甘正传》。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电影是《阿甘正传》。你喜欢旅行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，体验不同的文化。你喜欢旅行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，体验不同的文化。谁是你最喜欢的歌手？我最喜欢的歌手是 Bruno Mars。谁是你最喜欢的歌手？我最喜欢的歌手是 Bruno Mars。你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？我最喜欢春天，因为花开得很美。你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？我最喜欢春天，因为花开得很美。你喜欢宠物吗？是的，我喜欢猫和狗，特别是小猫。你喜欢宠物吗？是的，我喜欢猫和狗，特别是小猫。你喜欢音乐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，尤其是流行和古典音乐。你喜欢音乐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，尤其是流行和古典音乐。你喜欢运动吗？是的，我喜欢打篮球和跑步，保持身体健康。你喜欢运动吗？是的，我喜欢打篮球和跑步，保持身体健康。你最喜欢的旅行地点是哪里？我最喜欢的旅行地点是日本，因为那里的文化和美味的食物。你最喜欢的旅行地点是哪里？我最喜欢的旅行地点是日本，因为那里的文化和美味的食物。你喜欢雨天还是晴天？我喜欢晴天，因为阳光明媚，
心情也会变得很好。你喜欢雨天还是晴天？我喜欢晴天，因为阳光明媚，心情也会变得很好。你喜欢冬天还是夏天？我更喜欢夏天，可以享受阳光和沙滩。你喜欢冬天还是夏天？我更喜欢夏天，可以享受阳光和沙滩。你喜欢读书吗？是的，我喜欢读小说和历史类的书。你喜欢读书吗？是的，我喜欢读小说和历史类的书。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是的，我觉得这个视频很有帮助。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是的，我觉得这个视频很有帮助。你学会了很多新的中文吗？是的，我学会了很多新词汇和表达方式。你可以支持我，给我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会留言、点赞并关注你的。你可以支持我，给我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会留言、点赞并关注你的。感谢大家。